原标题：孙立人为什么会被软禁33年之久？孙立人，这是中国近代史上国人敬佩的人物之一。清华大学土木工程毕业后，又到美国南方西点军校之称的美国维吉尼亚军校学习，从此步入军旅生涯。在任国民党军长期间，孙立人是抗战所有军级将领中歼灭日军最多的将领，有丛林之狐、东方浓眉耳之称。由于有留美经历，美国人对孙立人一直倍加看重，这也为后来的孙立人被软禁33年之久埋下了伏笔。1949年国民党兵败之后，美国有意在台湾扶持代言人，首选的就是由留美背景的孙立人。当时的孙立人洞悉美国人的阴谋，干脆进行了回绝。鉴于孙立人与美国的良好关系和抗日期间立下的赫赫战功，时任台湾陆军总司令的孙立人一直有美国的宠儿、伟人长得爱将的优越感。孙立人是一位标准的军人，却非高明的政治家，对于台湾的政治形势远没有准确的判断力。他致命的错误就是抵制蒋经国在部队中设立政工制度，认为军队党化，褫夺司令长官的军权。他没有判断到蒋介石已经铁定心下来家天下，准备将权力移交给蒋经国，而美国顾问团长蔡斯的观点与孙立人不谋而合，也主张撤销军中政工制度。美国顾问的介入更让蒋介石心生疑窦。蒋介石为了让蒋经国继承权力，从来都是不遗余力，心狠手辣，对待吴国桢是这样，对待孙立人更是这样。莫须有罪名何处不在。1955年6月6日，蒋介石在孙立人等人陪同下前往屏东机场阅兵后，立即产生流言，说有人企图在现场发难扣留蒋介石，显然把兵谏的帽子扣在了孙立人头上。后来发生的事情就顺理成章了，展开调查。虽然调查结论证明孙立人与此案无直接责任，但有所谓失察之罪，决定对孙部处刑。蒋介石让孙立人在家安心读书，并有国防部随时考察。从此孙立人被软禁33年之久，返回搜捕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